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小钱去旅行频道。我哋是背包猪和小白，不想错过我哋的有声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钟仔、分享给朋友和赞好。背包猪和小白的分享都是自费体验，无参与商业合作。套路讲景色好看吗？今集背包猪和小白分享天气晴朗的套路讲景色。沙田至大埔一段是香港人最热门的骑单车路线。套路讲单车径，由大埔大王爷庙至马料水海滨公厕一段，全长约6公里。这段路上不仅看到大埔大王爷庙，如在大王爷诞诞期去，还会举办庙会。先从大埔大王爷庙，慈山寺的观音像，远眺对岸八仙岭景色，拥抱碧海蓝天美景的吐露港，经过白石角海滨长廊和科学园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还可以远眺马鞍山。
多谢观看花小钱去旅行节目，想知道背包猪同小白更多分享，记得订阅、按钟仔、选全部、赞好及分享连结俾朋友。下次见。